们好开机的，勒着我了，直接勒着。我前面就海，看这条街也很幽静，哎，这就是我们那个摄影师的家，嗯，在这里。是 Neil 的家。它边上你看，这新房子也有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哪儿？我们现在去一个地方，有一个朋友要在这头做一个公司，要租一个这个办公地点。今天呢，去那块呢，给他找一找，看一看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城市是，南素里，白石。白石和南素里实际上是两个这个地方。南素里整个有一个城市叫，素里，里面有北素里、南素里、什么中素里。但是南素里和这个白石这个城市呢是紧密相连的，就这条马路就是区隔他们两个的。所以的话，南素里和白石呢，就是基本上人们一说就是统一的一个称呼，南素里白石叫做一个城市。那这里的特点呢，就是离海近，离美国的大概开车，如果现在我们这个位置的话，10分钟不到，哎，就到了。美国边境，那也就离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西雅图，是这样。那么这块的特点呢，就是这个植被非常好，你看天，还有这个空气，植被特别好，大地大房子都是别墅比较多，集中是别墅，不像那个downtown那头城里的话，就是都是这个公寓啊、写字楼啊、高层啊。这头是主要是别墅，您看路的两边都是别墅，对。这里的空气非常好，你看蓝天白云，整个的降雨量在大温地区，大温哥华地区是最少的，日照呢是最多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这块呢越来越受投资者的瞩目。加油站，那现在这是148.9，单位是多少？升哈，每百升148.9，1.49块一升，1.49块一升。哦，现在加币是外显人民币4.9495吧，加币现在又贬值嘛。啊，那这油价最近是涨了不少。对，现在是北美最贵的油价，是吧？那现在你看这个新房的建设开工率还是蛮高的。因为最近的话，加拿大政府的话就是对这个海外投资啊等等这个打压，从贷款上，从这个税收上，相继出台了很多这个比较严格的这个制约的政策，那么市场呢逐步的变冷却了，回归冷静，回归冷静。对，原来的也就前年的话就疯狂的炒作。基本上房子都涨幅在40-50左右，对。你看这里的特色就是绿地很多很多，你看到处都是绿地，这是孩子们的运动场、足球场啊。北美的话，不知道大家在马路上发现没发现？不光是北美，我觉得我去欧洲也一样。他们的车永远是开着灯的。刚才说这个开工率，现在房子市场不是特别好，那么大家，开工率不是特别高的话，就是房屋销售的不是特别旺的话，那么就是人工费呢相对就会便宜一些吧。那么大家就是造房子，市场回暖的话，再去这个卖吧。所以现在是一个造房子和选地的一个好的时机。这条街就是整个白石的这个一个商业街，老的商业城。白石的这个 White Rock Central 就在这里。现在呢，就是南素里有一个更大的这个新的这个商业街，像沃尔玛呀、Superstore 啊、Home Depot 很多大的这个商场啊、超市都在那一带，生活设施很齐全。这头就是老的，西人就比较老的。这个你看，这刀了嘛，这就一元店。那个在中国可能一元店说起来
大家都不怎么去，也买不到什么东西，但是这里豫园店很多人去用它，很便宜，它质量的话也不差，东西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吧。因为这边没有淘宝嘛。对。哎，怎么？咱现在能转吗？看一看这个，我们将在这里看一看房子。哦，是这样。啊，这个吗？对。停这儿。哦，这儿有几个窗户？一、二、三。停这儿吗？对对，咱停这儿看一看。这儿有几个窗户？哦，这上还是可以贴牌子，墙上还可以贴牌子。据说一个上市公司老板的这孩子吧，完了以后把这整个帽买下来了，花了可能1000多万吧。这可能以后也会开发的。这还有个小剧院是什么？你看这个，这是就一个二手店。一个西人的老头很有意思，可以一会儿采访的，很有意思的一个二手店。一个老大爷，里面都是旧货，但他们这儿这旧货不像我们国内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很流行的，很多人去看。他如果租房子，他就写上面 for lease， 对，这些房子都租掉了。我就想找这块吧，朋友想找这块。看他这个 Starbucks 不像我们中国一弄一个星巴克都非常豪华，就这么普普通通的。一个小的门脸儿，对，是一个普通的。那和 Starbucks 对应的，在北美的话，这个品牌，加拿大的比较有名，就是 Tim Horton， 这也是一个咖啡店，非常有名。这里你看前面有个白石小馆儿，也是中国人开的，中国人开的一个，以川菜为主吧，一个小馆儿。哦，这个房子也在立。这个房子，对，里面都空了。朋友很感兴趣，很感兴趣。这大小不错啊，这还是临街呀、啊，这个。对，还临街，这个不错。来看看价格，还在。这个地点前后左右四通八达，而且过的这车流量很大。完了以后比较瞩目，如果开店开在这儿呢？边上有 Starbucks， 很方便的，方便。这个脚下就是一个停车站，很方便。一会儿再擦吧。你看，这就是这个西人纯西人的二手店收的一些家具，很多也不是特别，这是85块钱的家具。你看这椅子，这都是比较老的东西。这小椅子不错呀、哎。有的越老的东西越贵，不好说。你看这里水晶杯很多，我是这儿的一个客户，有时候我会买这里的东西，给送给朋友啊，装饰用的，因为很多新的东西造不出老的这个味道。对，你看这里这老的画，这幅画是100多，195，老的这个首饰啊等等，这就是所谓的这里二手店。那白石镇的话特色之一，很多旅客来这头，也是看二手店。白石镇的二手店超多，看这里水晶的制品，还有这些古瓷，不叫古瓷了，就叫英国瓷吧，基本上都是，英国的这个杯子。这是哪里的？有我们唐山的吗？啊，没有，都是西人的。对对，英国陶瓷，中国的很少。都是英国的陶瓷，都是英国的，中国的很少，偶然有一两件，就是那些老外。这个牌子应该还是挺有名的，Rorat Albert， 这是古瓷的 ，Born China， 这不英格兰吗？古瓷的，这幅画不错啊，都是小的这些东西。145，这也不贵，挺便宜的。很多这种画呀，等等等等。还有那懂艺术，懂艺术员在这里淘宝的话，其实这个你可能看完你都不知道，这120，这是干什么的？知道吗？指南针。是干什么的？干嘛的？是船上的吗？对，这航海的。是可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OK。
望远镜，我靠，这是望远镜，是这样的，这都是餐具。哎呦，这个是夹什么柚子？嗯，挺好的，是老舍的，很多喜欢那些老舍的就会来买。是，实际上在这里，一个是买东西，另外一个可以学习很多的文化，了解他们的文化哈。很多东西，你看。像这种东西啊，这干什么的知道吗？这个这应该是那个壁炉的，哎，壁炉的，哎，桶炉子的，哎，这些东西，很多东西挺有意思的。打字机，老的打字机，这什么牌子都不知道 ，Smith， 挺好的。都是因为他今天。老是不断的进进出出，很难去 organize。你看，还这些器具啊等等，真好玩。要是懂得这头这个文化，或者有这个一些西方的这个历史文化积淀的，可以慢慢的就是漫步在这个，我们怎么说呢？叫二手店，可以叫淘宝店吧，可以淘。你看这个家具很旧。但是卖的还是可以的，275就售的，给人买掉了。很多人还是喜欢老的东西，是，新的东西可能这种原木的可能更贵吧，更贵。那确实，这是老的做工。你看这把椅子，这个做工很好，你看，但是它已经历史的疤痕留下，它里面还可以搁东西。这东西买回去你得重新自己再做一遍。再做，对对。不错，你看这个柜子其实挺壮观的，这柜子这得是非常大的宅子用的这个，啊，这是个柜子哈，像啊，雕刻，挺好玩儿。这个店就坐落在152，白石的中心。大家有兴趣可以到这头看来，也有中国的这个导购吧。这个大姐在这头，英语中文都很好，可以帮助大家买到心仪的产品。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没事就坐坐这个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好了。好，我们过来。哎，好。